大家好，欢迎收看大纪元新唐人武汉肺炎追踪联合直播节目，我是啾啾，我是清鹏。好的，现在是中港台时间2020年3月6号晚间10点钟，美东时间是上午9点钟。据路透社报道，中共东北地区地方政府警告市民要远离朝鲜的边界，否则有被朝鲜军人开枪射杀的危险。中共当地政府印发了一份告知书，称朝鲜将防疫提高到最高特别级，要求中国加强边境管控，如若违反将开枪击毙。这份通告的落款有共产党侵蚀政治样。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朝鲜率先封锁与中国的边境，限制航班以及列车进出，打击跨境走私活动，又下令驻平壤的外交人员隔离一个月，对中国封堵武汉肺炎的措施严厉无比。武汉封城之后，俄罗斯也不断推出针对中国的各种防疫措施，停飞大多数的航班，关闭两国的边界，禁止中国人入境。据中国媒体早先的报道，有不少中国人因为违反了隔离令，结果被驱逐出境，5年内不能入境俄罗斯。中共驻俄罗斯大使馆在周五6号发文表示，高度关注中国公民被遣返的事宜，并证实了部分中国公民因违反俄罗斯隔离规定被驱逐出境。在年初，曾经因为疫情可防可控的北京医生王广发，在近日获得官方授予先进个人称号，引发网上的舆论质疑。武汉作家方方更斥责他欠下了武汉人一笔债。湖北省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面临物资紧张的难题。大陆财经网披露，在2月底，湖北宜昌市秭归县杨林桥镇的赵家山村居民宋兴，家中面临肉类还有日用品的紧缺，甚至有一阵子蔬菜也没有，还挖过野菜吃。不仅如此，厕纸等日用品也告急，有人用中学课本来代替了厕纸。而社交媒体上也有大陆民众留言，由于现在的封城封小区，武汉市民不能出去买菜，只能团购，但是小区配送的价格非常高。有市民说，涨价的是社区政府那帮人，他们要发国难财。我们再来看看国际上的疫情。伊朗一天新增1234例，累计有4747例确诊，120人死亡。另外一名伊朗外交官侯赛因·谢赫霍斯兰姆在3月5号去世，他曾经担任该国驻叙利亚的大使。谢赫霍斯兰姆去世之前，曾担任外交部长扎里夫的顾问。在意大利，24小时内有41名新冠肺炎死亡者，死亡人数达到了148人，目前确诊有3858例。而截至美东时间5号晚间的9点，美国各州共报告新冠肺炎感染病例有232例，死亡有14例。我们今天还有更多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伊朗政府今天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伊朗边境内新增了1234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累计已经有4744例，47例确诊，这是伊朗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最高新增病例人数。疫情在伊朗不断的升温，商业内幕报道，在人们指责伊朗与中共一样引爆疫情之际，另外一名伊朗高级官员与日前死于新冠肺炎病毒感染。外交官侯赛因·谢赫霍斯兰姆在3月5号去世，他曾经担任该国驻叙利亚的大使。谢赫霍斯兰姆去世之前，曾担任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的顾问。截至周四晚间，美国确诊新冠病例已经超过有200例，包括各州确诊还有等待 CDC 确诊的病例。截至周五早上，死亡人数达到了14例。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截至周三已经对1526人进行了流感症状病毒检测，包括在本周开始的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实验室进行的测试。截至周四晚间，美国一共有19个州出现确诊和推定确诊病例，内华达州、田纳西州、科罗拉多州和马里兰州均出现首例的病例。武汉肺炎疫情延烧到海外，有多项国际入学考试被取消了，加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实施了旅行限制，打破了中国留学生今年出国留学的计划。想要出国留学，第一步得参加入学考试，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有许多入学考试陆续取消了。美国大学入学考试 ACT 发言人埃德科尔比说，已经关闭在中国、香港还有泰国的 ACT 考试中心。SAT 入学考试的大学理事会发言人贾斯利·卡拉约尔表示，三月份在中国举办的 SAT 考试已经取消了，下一次考试预定在五月份举行。除了大学考试取消之外，越来越多国家对中国旅客实施旅行限制，也导致中国学生无法完成入学申请程序。每年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有超过66万人，其中大约有50%选择就读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为了避免流失中国学生，部分大学开始采取变通的方式，例如容许在线上上课，提供虚拟入学指导，以及提供未返国学生住宿等等。大陆各个地区出院的新冠肺炎病毒患者频频出现复阳现象，在陕西省日前检测出一例复阳确诊病例，并将其所在的楼单位封锁，但陕西当局并没有将这些确诊和疑似病例列入公开的疫情数据中。西安市高新区防疫指控中心指挥部在5号向澎湃新闻证实，在高新区丈八街道的疫情防控指挥部三月五号下发了一则关于对罗马西西里一号二楼二单位的一号楼二单元采取严格管理以及观察措施的公告。公告称，确定一例的新冠肺炎病毒复阳确诊病例，并对该患者在所在的楼单位采取严格隔离观察措施。华商报道在三月五号消息，2020年3月4号8点到5号的8点，陕西无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新增疑似病例也是零个，而且陕西连续14天已经没有新冠肺炎病例，在武汉、天津市、江苏省、广东省以及四川省等地区都先后出现了出院患者复阳现象。有评论说，各地层出不穷的复阳现象，给官方所谓的零感染、零回头的主旋律宣传扇了一记耳光。疫情尚未平息之前，年初曾经称疫情可防可控的北京医生王广发，在近日获得官方授予的先进个人称号，引发网上舆论质疑。有武汉作家方方更斥责他欠下了武汉人一笔债。在中共国家卫健委、人社部以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近日表彰全国卫生健康系统疫情可防可控工作的先进集团和先进个人，曾遭公安训诫定性为造谣者，而疫情吹哨人李文亮等34名殉职医护或追授疫情防控工作个人先进的称号。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有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还有为重症科学主任王广发。王广发在疫情初期曾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成员到武汉展开相关的检测核实工作。他称疫情可防可控，之后他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经过治疗之后已经康复出院。连日来，中共官媒拒绝道歉论此引起的这个
官引起的讨论是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共官媒新华网转发了一则要世界感谢中共的评论，引发海内外的空前炮轰。学者早先揭开了中共疫情舆论控制有四部曲，最后一部是中国拯救世界已快速上演。中共央视在3月5号也发表了国际锐评，称要求中国道歉无理由荒谬，多家网站纷纷转载。在旅美作家何青莲3月1号发推文说，我最近在研究中国疫情与舆论控制，分成四部曲，伤势当作喜事办，病毒来自美国的阴谋论，理论基础是钟南山那句病毒不是中国了，我们又赢得了此时正在进行的第四部曲，是中国拯救了世界还未上演，但是很快就会出现。而3月4号中共喉舌新华网转发了一篇文章，标题更是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称中国欠世界一个道歉的说法非常的荒谬，应该是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在3月5号何青莲是发推文说，我比预测的走得更远，更自说自话，称拯救了世界的意犹未尽，还不知耻地向世界索要感谢，到此时并没有国家抄中国的作业，因为对人民太残忍，就连伊朗也学不上来。那这个部分我想跟秦鹏讨论一下哦，这个质疑是怎么样的，就是四部曲，这其实让全世界很多的包括媒体啊学者都不断的开始来讨论这件事，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对，应该说呢，就是中共的这些做法，它习惯性的一些这种招数吧，是，就是说中国问题专家，你包括这种何青莲女士，包括其他好多人，其实一看就知道，就是说中共的这种每一次我们看到发生灾难的时候的，他都可能会先是呢就是迟迟不动。最后的话呢，可能是匆匆忙忙的投入进去之后的话，很快的就是这个宣传部的这个力量就跟上了，是宣传党员如何如何，宣传这个党如何如何的，相当这个时候的话就开始鼓吹这样的一些所谓的感动人的事情，而对灾难本身的话就开始这种漠视，是啊，然后呢，到后来的话呢，他就开始鼓吹说党领导这个人民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那些的灾难的根治的原因，因为绝大部分的灾难往往都是这种中共造成的人祸，包括这一次，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开始打压一切的这种不同声音。到最后来讲的话呢，他就会更延伸到说中共如何如何。这一次的话，我觉得他躲得更远，就是把中共的话干脆直接的就向全世界去讨要这种感谢，甚至呢说是让世界的话呢要去抄作业。等等，就是说完全看不到他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思。是的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的话呢，实际上因为中共的这样的一个拖延，甚至就是掩盖等等的，造成了呢整个全世界的一个蔓延。实际上，中共的话呢，也因此欠下了中国人的这种血债，是欠下了整个世界把这个搞得不安宁。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不仅仅没有任何的反思，对吧？对台就是武汉人民没有任何道歉，湖北人民没有任何道歉，对全中国人民没有任何道歉的情况下，却倒过来的话呢，让中国人感谢他，让全世界去感谢他，真的是很无耻。没错。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到，在北京的律师彭建周四在美国人权组织公民力量主办的期刊《易报》上发文，细数了地方政府在防疫期间的违法行为。他谈到，政府在这场防疫工作中犯下了不少错误，理应对受害者做出赔偿。他谈到政府在这场防疫工作中犯下了不少错误，理应对受害者做出赔偿，把居民隔离集中隔离却不提供生活的保障，在交通要道劝返无症状人员，而且处罚在空旷地带没有戴口罩的公民。在一名中国律师看来，这些都属于政府的违法行为。他近日发文说，政府应该就防疫工作中的不当行为承担的赔偿责任，以保障受害者的合法权利。3月5号，中共副总理孙春兰走访武汉社区，小区业主愤怒高喊，都是假的，打破了官方营造的和谐稳定表象。来看看记者林兰的采访报道。3月5号，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武汉地方官员的陪同下，前往武汉青山区开源公馆小区走访。
但是小区的物业不让业主下楼，还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给业主，引起小区住户们的不满。孙春兰到达小区后，业主们纷纷在家中高喊都是假的。他们要揭露中共的这些表演，要把他们专门摆拍出来欺骗中国人民的这些做法不能够得逞。大家看了也知道是假的，但是并不发出自己的声音，完全的不一样。通过这次疫情呢，我觉得大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中共是置人民的生死于不顾，而且我觉得人民也已经意识到啊，没有言论自由那真是生死攸关呐。中共央视当晚的报道宣称，孙春兰要求武汉的官员杜绝形式主义，解决民众的实际问题。但是陈光诚认为这一说法也是造假。对共产党的这种表现，这次导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总结，就是说人话不办人事。现在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状况下，任何一个中共的官员坐在家里随便动动手指头就能了解民意，就能知道社会发生了什么，所有做的这些恶对人民的伤害，对人民的欺骗，那都是整个这个中共邪恶集团有意所为。武汉封城四十多天来，官员被指不断在各种问题上造假，持续人传人的风险较低。目前呢，已经证实了有人传人，我们的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呼吁政府，然后呼吁广大的同胞，然后能给我们捐一点物资就尽量捐一点物资，让我们不要没有铠甲赤身裸体的上战场。有网民总结，当局的感染人数是假的，国际专家估算中国真实的染病人数是官方数据的5到10倍，死亡人数是假的，大陆媒体披露众多死者未被纳入统计，出院率是假的，出院标准太过宽松，导致大量的病患出院后复发，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假的，例如未腾出床位接收新冠肺炎的患者，医院强制把大量的癌症患者赶出医院，后续的治疗没有保障。陈光诚也鼓励更多民众说出自己了解的真相，曝光当局系统性的谎言。只要你说出事实真相，对黑暗就是一种打击，再弱的光都是划破黑暗的利剑。老百姓什么时候认为我表达出我的真实看法是有价值的，是有意义的，是有力量能够改变这个专制状态的，那中国就到了非变不可的时候了。新唐记者林兰纽约报道。有网友拍到孙春兰离开那个小区之后，当地社区很快收到了大量的物资。好，我们看起来好像情况是获得了改善，但是网友说这还是假象，因为对于武汉其他社区的居民来说并没有任何的变化。好的，我们看到这个刚才孙春兰这件事情，其实网友也是不断的讨论，那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件事情呢？对，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话呢，其实中共就很快的把它变成了另一个这种说法，就是说呢，他这个孙春兰表示呢很重视就是居民的，这叫做当面投诉，是啊，现场投诉，然后的话呢他要求调查，要求如何的。那事实上来讲的话，你了解中共官场的人就知道，他实际上都是在这种认认真真的抖过场，是就上边知道他那个在造假，然后下边也知道都在造假，但是呢就是上上下下都在这种进行这种演戏。是那么以前的时候来讲呢，就是很多的这种我们叫旁观者，甚至是一些居民，甚至所谓的群众，很多时候也都是假的，甚至是一些干部来演的。那么包括那时候的话，我们看到李克强去什么菜市场去看卖肉啊什么等等，那几块钱是啊，就说这些一看都是假的。那么他这个次的话就是不同在哪儿呢，就是武汉的这些人民的话他不干了，就是大声的喊出来说这全是假的，真的，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就是说这也都这证明的话，这段时间让武汉人民的话呢真正认识到中共的话这是个假货啊，而且的话呢是完全是在讨奸人命这么一个状态。即使现在的话呢，这种表面的改善或所谓的聆听居民的反馈的声音，实际上来讲的话也不过还是在演戏，是啊，因为其他地方的话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从高价的这样的一些这种物资以及很多地方物资不到位，同样的还没有解决，只是呢看起来给这个反映问题的这个社区可能是增加了一点物资，
根子上的问题并不会解决。没错，好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湖北省部分农村地区，尤其是偏远山区，面临物资紧张。内媒财经披露，有财经消息披露，有村民在菜肉都没有的情况下，还挖过野菜吃。不仅如此，厕纸等日用品也告急，有人用中学课本代替了厕纸。财新报道，在二月底，其实在宜昌市的秭归县杨林桥镇的赵家山村的居民宋兴，他家中面临一些肉类还有日用品的紧缺，甚至有一阵子蔬菜也没有，还挖过野菜吃。从二月中旬之后，每顿主要吃玉米面、白菜、土豆、萝卜，而且还有大豆，隔一两天能做一锅肉，但是每人分不到几块。在黄冈市吉水县的一位农民居民也面临物资紧缺的状况，他和家人平时不住农村，但是过年回家并没有自种的蔬菜，而最近的小贩部步行单程约要一个小时，而且不能对个人营业。社交媒体上有大陆的民众留言，由于现在封城封小区，武汉市民不能出去买菜，只能团购，但是小区配送的价格非常高，涨价的是社区政府那帮人，他们要发国难财。好，路透社在周四三月五日刊登长篇调查报告，指中共当局在新冠病毒疫情和非洲猪瘟上的处理手法惊人相似。路透社有整理出哪些相似之处呢？第一，当病毒或疫情一开始被发现的时候，都是采取让知情人不准说话的噤声做法。第二，地方官员担心遭到上级责难，不仅提供虚假的数据，更是任由疫情发生。第三，直到疫情已经在全国各地传播，死亡案例已经出现了，当局还是没有发给公众发出适当的警告。而两次重大疫情中都采取了相似的延误处理。非洲猪瘟之所以迅速蔓延至全国，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共的疫情上报机制不通畅，而疫情上报机制失灵，在两次的疫情初期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中共当局呢，至今仍然坚称，在非洲猪瘟爆发的期间，中共农业部跟各区有进行及时的沟通，并隐瞒和拖延疫情的行为绝不容忍。但是路透社采访的许多养猪的农民、行业分析师以及猪肉行业供应商都跟中共官员的说法不一致。同样的，这一次新冠疫情的上报机制也失灵了，也是如出一辙。所以可以秦鹏您谈谈哦，这两者之间，我们讲到新冠肺炎还有非洲猪瘟，它有相似的地方在哪里？您的观察？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像路透说的这三个相似的地方之外的话呢，其实还有两个地方很相似。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地方不相似，或者就是说他的分析是有问题的。那另外的呢，就是两个除了他讲说在初期这种所谓的晋升这些知情者，或者我们叫抓造谣的，还有呢是数字造假，然后不仅是造成这种蔓延上传机制的话这种不通畅，这些的话呢都是毫无疑问是他所分析的是对的。但另外两个他是没讲的，是说呢这个真正的发生这个疫情之后，地方的或者上下官员的这种推诿责任，乃至呢这种承诺的不兑现，这个实际上也是非常的相似啊。比如说来讲的话，那个非洲猪瘟的时候的话，承诺如果发现了这个猪瘟，扑杀这个猪，然后呢或者是造成了损失来讲，官方给承担。但事实上是呢，就是很多的这样养猪场后来呢是去向上级去报告，去说他这个地方发生了猪瘟，然后呢他不得不扑杀了这些猪只，然后呢官场的话呢，中国官方就不给他算，最后的话他也得不到这方面的补偿。那么根子的原因的话呢，是中共官方实际上是怕这种数字扩大的话呢，他可能丢官，或者呢是整个数字的话呢就很大的时候，他要不想报出去那么大，他就要搞这个数字维稳。这一点的话实际上在这一次的我们看到武汉肺炎这个是一模一样，对吧？官方也是承诺说是确诊之后给承担这种医疗费，但是呢他大量的不给确诊，甚至来讲的话呢，很多的人实际上是死在了家里边，到最后的话很可能是以所谓的不明肺炎或者就是等等这个原因去世的。是。
还有一个这种非常相似的地方来讲的话，两个这种造成的灾难都是非常这种巨大的。那么非洲猪瘟的话呢，是造成了有全国的有一半的猪只是被造成了猪瘟，或者上因此被扑杀，就说四亿头的话呢，里边有一半有两亿头被扑杀，这个规模造成非常大。然后的话呢，是造成了这样一个通货膨胀。我们看到的话，今天的中国问题出现的这种滞胀，就是跟非洲猪瘟是有极大关系。是啊，那么同样的，这个武汉肺炎这次造成的这个损失，那么我们看到呢是，一月份造成了很大的一个麻烦，二月份的话呢，基本上整个全国是基本上没有开工。啊，然后呢，三月份的话，现在恐怕也得到最快最快到全国性的一个三月底，可能会相对来讲恢复生产这个角度会相对正常。那么就是这样的造成的损失来讲的话，绝对是以这种数以万计的这样的一个是万亿计，对吧？这样的一个损失是非常大。那么还更不同的地方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它造成的实际上是生命损失，这是这一次不同的地方，对吧？还有一个不同呢，是我们讲，这一次呢，它实际上不仅仅是一个上行下行上达的问题，就是说它上传机制失灵。这一次更大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共最高层这种拖延和掩盖。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话呢，就是习近平讲说是一月七号他已经知道了，而且下达了这个批示。但是呢，按照这个香港明报这个报道来讲的话，习近平实际上下达的命令的同时呢，是讲说不能打搅这种春节气氛。那么因此的话，其实是造成了就把政治任务当成了更大的一个任务。所以我们后来看到的话呢，在整个武汉的官方的媒体、官方的这个措施完全是没有，甚至来讲的话，搞这个百家宴，搞这个就多少万人对吧，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聚会。还有呢，后来搞这种湖北省的团拜会，甚至是在1月21号，那就是已经快钟南山讲了人传人之后，还搞那样大的聚会。所以这次来讲的话，中共最高层毫无疑问是解脱不了的这样的一个责任，这是非常最大的不同是这个。没错，而且这次真的就像您刚刚提到，死亡的就是这些人。对，死亡是非常惨重，损失非常惨重。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新冠肺炎蔓延全球，至少78个国家还有地区感染将近15000人，这不仅扰乱了许多海外华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新冠疫情蔓延全球，对海外华人的生活也造成了影响。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联系国内的亲朋好友，所有得到的消息都得说的是没有很严重的事情。我看官方的各种报道也是宣传了它第一是不会人传人传染，第二呢它也是在小范围之内的一些病，结果后来闹的是越来越大，闹得我们现在在国外都没法回国，而且我们走到其他民族的那个区域里的时候也会受到明显的歧视和不友好的对待，这种现象也出现过几次，虽然不多。海外华人的影响是多了去了，因为这个 coronavirus， 很多中国人的店都没有人敢去了，中国人自己都不敢去了，甚至亚洲人的店都没人敢去了。西雅图最近是一个韩国人开的店，因为有一个店员也得了这个coronavirus 查出来了，结果大家都不敢去了呀。港媒的报道岁月静好，但现实却如此严重，旅美华人刘刚感到气愤。我觉得这么大的一个事情吧，作为那个一届的政府来说，他完全就是一直在粉饰太平，甚至是欺骗，然后呢事后又采用了镇压的方式让人民说不出话。从开始了那个武汉的那个医生李文亮，现在的那个方斌，还有陈秋实，一撞一撞的，无不显示他们根本就不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救灾救人的上面，而是完全放在了镇压和掩饰的这两项上。原北京周报社翻译记者金秀红透露，还有本来想回国的华人，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他是一个华人，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了。他说我看还是自由更重要，说你看看现在我如果回了大陆的话，我也没有发言权了，而那些真正想说真话的人都被他们抓起来了，所以他决定不回去了，而且他支持民主运动了。
纽约时报就疫情的影响征询了世界各地的华人。2月29号，他们报道说，在二月中旬收到的170多封回复里，多数人表现出对现有政治制度的严重不满。例如，湖北天门的梁毅表示，言论不自由和政府官员的失职是导致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让每一个人感到愤怒。而美国旧金山的苏敏本来愿意为了国内舒适热闹的生活牺牲言论自由，但现在他表示，我第一次意识到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而这次疫情像是打在我脸上的耳光，让我彻底清醒，也让我非常的难过。我觉得我离自己的祖国越来越远了。重要的是人们得想清楚看清楚究竟是为了什么。就是因为共产党一开始把真实的情况掩盖了起来，怕事实出来，所谓的社会不安定，他们把保护一党专政权力的这个事情放到了比人民的生命还重要的位置上，所以他们给了这个病毒一个非常良好的机会来泛滥。不过并非所有的海外华人都如此。推特上2月28号的一条视频显示，一名在韩国的华人坚持要回中国，而机场翻译力劝，中国疫情非常严重，你为什么要回去啊？家里着急，是不是家里的人听说新闻上播的韩国特别严重，是吧？对呀。我觉得你回家你会后悔，但你要想起了我劝你不让你走的话，我觉得你会更后悔。如果你要能不走，你就尽量就别走了，因为中国的伤亡很惨重，韩国这么高的科技医疗都控制不住，中国你就想吧，已经全部都沦陷了，他的新闻联播全部都是假的，我跟你说，真实的数据老百姓一个都不知道。目前中共党媒连日宣传新冠肺炎疫情在韩国等国爆炸性扩散，而中国的多个省市已经出现所谓的零增长。接下来看看，中共当局日前再次对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进行了全面消毒，外界质疑中共是在销毁武汉肺炎真正源头的线索。不过让人更加意想不到的是，防疫人员竟然在已经封闭了很多天的市场内发现了一家四口，这段时间他们一直住在华南海鲜市场里面，可是竟然都没有被感染。在3月3号，武汉当局突然开始对最早出现感染病例的华南海鲜市场进行全面消毒，而且维持3天不间断进行。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这次全面消杀之后，国内外的医学专家将无法再到现场进行搜证，因此外界高度质疑中共此举意在销毁武汉肺炎病毒真正源头的线索。就在防疫人员对华南海鲜市场消毒清理之际，他们惊讶地发现里面竟然还住着一家四口，而且都还没有被传染。目前这一家人已经被要求住到酒店去了。好，那谈到这个问题，我想问一下秦鹏，这个一家四口他们住在这所谓的源头，就是感染病毒的源头，竟然没有被传染，您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对，因为事实上这段时间的话呢，就是我们看到那些科学家，还有呢就是不同的这些证据来讲的话呢，发现事实上这个华南海鲜市场它实际上不是故事的全部，它最多呢实际上是一个这叫做那种病毒的散播地，它不是一个真正的源头啊。因为从我们看到的话呢，比如说那个《柳叶刀》的这个杂志上，1月23号，就是像基因潭医院的副院长黄朝林等等这些人呢，他们的发表的论文来显示呢，是在12月底的时候，就是中共官方其实已经发现的话呢，它这个里边有相当大的比例是跟华南海鲜市场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中共就一直特别让人呢就去注意到华南海鲜市场，这非常奇怪。是。而且呢还一直告诉人们说这个是因为吃蝙蝠所造成的。那后来发现的话，中国人第一是没有吃蝙蝠这样一个习惯。第二呢，那个时间实际上华南海鲜市场那个蝙蝠本身是在冬眠期间，对吧，也不可能有的卖。而且呢华南海鲜市场也根本就没有蝙蝠卖。所以这个实际上后来也发现一个这种谎言。是。那么可是呢，就为什么中共把这个目标一直是让人家瞄着这个华南海鲜市场，而且呢当公布了之后，就是12月31号，然后的话呢是国家卫健委派专家来调查，调查完之后的话，然后第二天就整个这个华南海鲜市场整体就被关闭了
啊，这段时间也非常奇怪，他后来的这些专家们，包括呢就是叫做管仪啊，那是香港的那个专家等等，这些人也不让进去，没错啊，他们怎么呢？就说他怎么为什么不让调查？这实际上也非常奇怪。现在呢又要把它给拆除，当然工作人员讲了说主体建筑不拆除，但是其实的意思就是说其他地方要拆除要销毁。那么这个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实际上也是非常奇怪。那么真实的源头又在哪儿呢？反正现在就是把这个目标反正说是在华南海鲜市场，这个时候就把这个目标给转移了。那所以这个情况下的话，我觉得他还是在掩盖一些什么东西，是会不会是有毁尸灭迹之嫌疑？那毫无疑问的话，大家是有合理的理由这么怀疑他。是，好的，那接下来再来看看，根据新加坡星展银行收集的数据，一些经济重地，包括苏浙鲁在内，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农民工复工。以出口型的经济为导向的广东省复工率更是只有大约45%，这与中国官方宣布的超过90%的数字有很大的差距。德国之声中文网专栏文章《复工大潮重启中国经济真的吗》指出，在官方数据见乐观的背后是残酷的现实和被逼作假的无奈。文章引用一位中国中西部的会省城市建筑工程师负责人杨先生的说话，他说复工口罩都没有怎么复工，而且杨先生目前手下有1000多名的建筑工人，50多位的管理人员，他刚刚通过自己私人的关系收集到了600只一次性的医用外科手罩，先让30位管理人员复工，每个人只能用一个月的口罩，只能撑不到一个月。那文章表示，像杨先生旗下的这些管理人员，如果真的能够每天拿到一个口罩，还算是幸运的了。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目前发表文章说，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但是中国大陆新冠肺炎疫情仍然严重，武汉感染和死亡人数仍在增加，有北京居民份额实名举报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中共前不久高调出版《大国战役》一书，吹嘘自己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有远见及卓越的领导力，引发全网批评后紧急下架。但2月29号，党媒《人民日报》又在头版用大标题报道：“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文章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曾在3年前去视察黑龙江一个少数民族村民的家，如今又号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村民感觉非常幸福，生活甜蜜。而正在中国大地上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在这篇文章里丝毫不见踪影。尽管几天前，黑龙江省卫健委才通报，黑龙江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为2.5%，与湖北不相上下。文章引发民间批评，大陆民众王先生说，那是中南海的日子过得比蜜甜，老百姓肚子都吃不饱，能活下去已经是万幸了。他过的日子肯定是恨不能的能活1000岁1万岁，他比蜜甜，过得有劲头，那他代表不了民情，对吧？老百姓穷的叮当响，手里没钱，饭都吃不上，车贷房贷背着一身债。时政评论员邢天行说，中共隐瞒疫情导致病毒扩散全球，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在此时刊登日子过得像蜜一样甜的文章。3月3号，北京居民薛福民在网上实名举报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共常委王沪宁。举报信中说，王沪宁在当前防疫抗疫的严峻形势下，罔顾人伦与基本良知，不思反省如何加强和改善防疫抗疫的工作，尽力减轻人民痛苦，真诚向全国人民道歉，向世界忏悔，由于早期疫情防控失当，致使疫情外溢给全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的罪行，反而吹嘘所谓的战役功绩，让全世界人民耻笑，让全中国人民伤心与绝望。薛福民认为，王沪宁应该辞职谢罪，并追究政治责任。对于王沪宁的这种公开的状告，其实不仅仅是对王沪宁。过去中国有句话叫做“打狗看主人”，谁都知道王沪宁是现当局习近平的军师，王沪宁也等于是政策的制定者，或者说是出谋划策的。近期，中共党媒引发众怒的宣传还不止这两件。3月4号，中共党媒发文声称，理直气壮，世界应该感谢中国。文章试图将新冠肺炎的源头推给其他国家，
并声称中共为了抗击疫情付出了巨大的经济成本，现在又不计前嫌帮助美国，并宣称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这篇文章在国际社会引发批评。美国之音周二引述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教授、艾滋病鸡尾酒疗法发明者、华裔科学家何大一的观点，反驳中共的说辞。Given what we know of SARS, 根据我们对 SARS 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以及对从其他动物物种中发现的新冠病毒的了解，我毫不怀疑它起源于中国。邢天晴说，这是中共一贯的愚民宣传。按照常识来讲，说你这个国家呢，由于你的问题，你导致了这种疫情，开始的是隐瞒疫情，然后导致这种扩散，对世界也构成一种威胁，害了这么多的人，最终呢，你又反而让人家感谢你来控制疫情，所以说他这个完全是一个不正常逻辑。邢天晴认为，这种宣传在国内可能起到一定的迷惑作用，但是反而会让世界各国更加清醒地认清中共的危害。世界上正常的国家都能感受到，所以说这种就会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到哈，中共这种邪恶的政权对于世界来讲呢，它是一个异类，它也是对世界安全的一种真正的威胁。邢天晴表示，中共种种反天理、反人伦的做法，不仅让世界真正的清醒了，也遭来了天惩。现在不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直逼中国境内的蝗虫大军，中共造下的种种罪恶都会积累起来，最后像山崩海啸一样形成一个并发症，加速它的灭亡。好的，您现在正在收看大纪元新唐人武汉肺炎追踪直播节目。新唐人大纪元一直秉持着独立报道的原则，站在各种事件的第一线，为真相护航，为沉默发声。我们非常感谢网友对我们的捐款，我们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和我们一起探讨最新的情况，也欢迎大家提供信息给我们。大纪元新唐人愿意为您提供快速及时的传播窗口，将您看到听到的疫情最新情况、民众的心声或是诉求等等，您可以用影片、照片、文字的形式发表，让全球了解这场疫情的严峻，并且给予全力的支持和帮助。我们的节目是在中国大陆晚间10点到11点全球直播，收看重播的观众如果有问题和意见，也欢迎给屏幕上的邮箱地址发送邮件。好，意大利民事保护局3月5号表示，在过去的24小时之内，已经有41名新冠病毒肺炎患者死亡，死亡人数总计达到148人。到目前，疫情仍未有缓解现象。意大利是受新冠病毒冲击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在周四的确诊病例从周三的3089例上升到3858例。最初感染病毒的人中，414人已经完全康复了。但是新冠病毒疫情在14天以前在意大利爆发，主要在该国北部的几个地区，但是现在在意大利的20个地区，每个都有确诊病例。巴勒斯坦今天宣布伯利恒出现的7例确诊病例，因为担忧疫情扩大，在3月6号，以色列国防部声明表示，所有的以色列人以及巴勒斯坦人都不得进出伯利恒。声明中还提及，封锁伯利恒的措施是与巴勒斯坦当局协商之后实施的做法。在巴勒斯坦当局也宣布进入30天紧急状态，取消大型集会活动，并且关闭当地的耶诞教堂。根据朝鲜日报的报道，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新冠病毒疫情表示，应该明确调查病毒来自哪里。根据消息，习近平的发言是在最近中国内部接连主张新冠病毒的发源地可能不在中国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预计将引发病毒源地的又一波争议。那说到这个，秦鹏，习近平的说法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哦，是不是有给这个病毒源头甩锅的嫌疑？那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对，因为现在的话呢，中共当局其实是遇到了一个亡党的这样的一个危机。是。对于习近平本人的话呢，他实际上也遇到了一个这种前所未有的一个这种执政合法性的一个挑战。是。对于中共党来讲的话呢，他毫无疑问，就这次的危机让人们看到呢，说中共当局的话实际上是完全不把中国老百姓的这样的生命放在这个心上的。所以的话呢，他就整个在这种过程中的造假呀，还有他这种讨价人命啊，或者是我们叫看到封城的完全没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预案就开始封城，封城之后的完全也是一个这种非常草率乃至于是相互甩锅这么一个现象。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其实对中共的一个合法性造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动摇。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来讲的话，中共就想把这个目标转移出去，因为他解释是没法解释的，但解释来讲的话也没办法解脱了，说是中共很早就知道了这个事情，而且这种在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看到的他的这种掩盖，对吧，造成了这样一个灾难。所以他后来的话呢，应该看起来就是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说把这个锅甩给美国。对。所以甩给美国那就相对简单了，说把敌人是在外边的，所以呢整个中国老百姓的话呢就全部准备好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应对外界的敌人。而这样的话来讲的话，就让人们去不再去关注说他们这种灾难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对吧？所以这实际上是中共就是当局现在目前这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做法的一个根子的原因。没错，而且他们还提到说这些都是境外输入的这些病毒，这是很奇怪。那同时你们发现哦，就是目前习近平的说法似乎跟着是舆论的风向的说法。他实际上恐怕是一盘大棋，就是说之前实际上我们看到是有这个钟南山在讲的话呢，他是从所谓的这种医学这个角度来讲，说发源于中国，但是呢未必是源头在中国。这个实际上是很奇怪的一个说法，因为也遭到了的话包括中国的这个著名那个医生张文宏，对吧，上海的那个专家，他的一个批驳说，这个如果说是在来自于其他地方的话，那么其他地方应该中国也好或者全世界好，应该很多的城市在同时带有这样的一些这种爆发。那现在我们看到没有，对吧？而且呢就是这两天我还看到的话呢，就是中共当局还是在讲说比如说他这个病毒是美国造的，或者美国这个传播的，或者如何等等的，甚至来讲的话他就拼命的还是想把这个目标转嫁给美国，对吧？甚至来讲的话呢，说美国的这个不再公布说是确诊的这种病例，这个实际上你要看美国的就是疾病防控中心，它的官方网站现在还在公布，它从来没有不公布，没错，它只是呢是说，因为它没有形成一个这种我们看到把各州的数字及时加起来的这样的一个这种系统，是，所以呢它反应有点慢，就是说你看到的这个 CDC 官方网站的数据和呢各州报出来的数据的话，它差了这么。那么一天或多长时间的这样一个时差，所以呢现在他讲在完善这样的一个系统，但是呢中共官方他就开始说是不公布，就他通过这种方式就不断的好像是把说外边做的怎么差劲，然后多抄作业都不会抄，但实际上来讲的话我们不要，如果真正的在一场灾难中看到的一定是说我们怎么对中国老百姓负责，对吧？应该的话呢，怎么让中国老百姓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得到解决，而不是说指责外边的做的如果中国多差，对吧？美国做的再差来讲的话呢，他也不能说因此的话呢掩盖说中国的这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没错，对吧？而且那现在接下来有可能是不是美国会背上这个病毒源头的黑锅？就你的观察，现在舆论都是朝向这个方向。非常多的，就是非常明显。今天早晨我实际上我就看到了网易的两篇文章。然后的话呢就讲说这个美国如何的这样的一种很糟糕，甚至来讲的话其中也有一篇讲说噩耗传来，新冠病毒已经攻陷美国国防部，12人中招。但后来那个我看他有，因为网易那个评论是很有名的嘛，就下面很多人在评论，他说这个作者的话呢就被发现，他叫老谢科技，对吧？他说连地理常识都没搞懂，他说呢这个五角大楼呢位于疫情最严重的华盛顿州，那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的话，这个华盛顿州实际上是在美国的那个西部，对吧？然后呢这个五角大楼呢是在美国的，这叫华盛顿 DC， 就是哥伦比亚特区，对吧？然后呢它是在东部，完全是两个地方，但是呢它就是开始这种张口就来这样造谣嘛。然后还讲说这个美国人现在这种因为政府的我们叫是疫情隐瞒，所以的话呢一片恐慌，然后囤积食物，
但事实上囤积食物的是这些在美国的华人。对，而且这两天我们还看到他跑到那个就 Costco 再去这种退货，然后也引起了网说就好多中国在这儿的华人呢换了一些这种感觉很不好意思，对吧？你说你抢购了之后还要退货，退货人家只能去销毁，他不可能再去卖。是，所以这种情况下给华人汽车形象上造成很大的一个麻烦，没错，对吧？所以中共现在这两天就拼命的想去把这个事情去抹黑，然后说这个美国包括之前那些完全那个站不住脚的东西，想说美国怎么把这个病毒造出来，然后的话呢说然后传播到中国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对吧？但事实上来讲的话，我看到那个北京大学的那个专家们画了一张图，是他讲的是就是所有的世界上的那个首例全部是来自于中国，对吧？然后呢当然好，有一些是因为到了意大利或者伊朗的话，然后它再传播了其他国家，对，但是所有的首例都是来自于中国，对，那这个图就非常一图胜千言，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让大家看到说真实的原因来讲，他想甩锅甩不掉。那么呢他还用了一个这个台湾的一个媒体，就是东森电视，他上边的一个这种说法，他上找了一个议员，对吧？讲说这个是因为是美国传播来了，然后为什么呢？话因为是发现了这个一个病例的话呢，其中他的身上的那个就是我们看到那个基因序列的话呢，他和其他的这个武汉那个不一样，而且这个比较古老。但是呢，这个其实你要也被这个好多这种专家的批的，这也是体无完肤。是，对，因为很明显那个美国发现那一例的话也来自于武汉。就是它有时间顺序，就是说你之所以说是它的那个比较古老，那只能证明说在源头上来讲，当武汉发现的话呢，就是说它因为中国公布的这种这些基因序列的话，它实际上数量很少，而且的话呢就是后来到1月22号它基本上不再公布了，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相当于是证明在武汉的话，当时因为我们讲比如华南海鲜市场它不是唯一源头，它可能还有很多源头的话，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变异的话，那些好多只是数据没有暴露出来。所以从时间顺序上来讲的话，你根本就不可能说是后发病的一个美国，反而的话呢好像比成了这叫什么，他那个说法叫什么，是后来中国的这种基因的那个爷爷，他没道理，对吧？因为他是后来发病的那个啊。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在网上的网友们来给我们捐钱，非常感谢您的对我们的赞助，我们接下来还会做更好的节目来提供给观众朋友。好，那武汉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武汉市张先生，市民张先生，他在3月4日的清晨向海外媒体希望之声来求救，他说希望外界了解已经被困在武汉地区的老百姓所面临的现况，他们已经到了濒临绝望的地步。是的，我在武汉汉口江汉区重灾区，就是靠长江边，现在的物资是极度匮乏，现在我们现在不是被瘟疫打倒，也会被物资紧迫而饿毙的。一个多月过来，虽然有他们有说是有配送的话也是寥寥无几，我们到现在为止也是配送了4次，过年过节购物以后，现在口袋空空如也，这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了。大家能够挨到5月份吗？物质的匮乏和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啊，都很多人都有的完全失去理智状态了。现在武汉这边还是没有解除的，还是在封禁之中啊，我们出门都不能出，只要委托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出去帮忙采购。政府这块彻彻底底的要我们宅在家里度过这个艰难的一两个月嘛，还有一两个月，听了这个数字，我们自己的崩溃都要疯掉了。就是关于就是我们正常人宅在家里都无所谓，有些孤寡老人呐、特别年纪大了的不能自理的，有饿在家里，有的不会外面跟各个方面取得联系的，都害怕，都宅在家里自生自灭，现在成形了这样的状态了。接下来看看另一位网民的心声哦。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之后，中共官方确诊人数一直被质疑水分很大。武汉一位新女士根据自己的经历对大纪元记者说，她觉得每天死亡人数至少500-600人，而官方的数据太可笑了。有一个网友，他的那个爷爷连核酸都没做，就直接死了之后他就跳楼死的。你说这种他算不算数据呢？他肯定不算数据。
采访中，辛女士一再说希望本台报道真实的数据，就包括我们上午去做一次核酸，就有三个人死了，一个医院，你说武汉市这么多医院，然后每天这么多人看病，你说他有多少人？一旦很多很多太多太多人都死在家里了，真的每天，就包括我带我妈妈去医院，我们去了几个医院，几个医院就做检查，每天都看到有人被抬出来，就真的是太，哎呀，我就没想到世界会是这个样子，就天天看到这些东西，跳楼的、上吊的，死的真的太多。而外公外婆为活命的求医过程，也让辛女士万分心酸。本来就是两个老人病了，然后呢，社区和医院两个踢皮球，就是送到医院去呢。先是去的一个叫普仁医院，但那个医院不是国家指定的这个病的医院，就他们只负责做一些检查，但真正的不能收治这种病人。然后他们就把家人拒绝了，就做了检查之后就把他们弄回来了，就不收，没有办法，就只能把老人从医院里面拖回来。然后呢，第二天我们又想办法把他弄到定点医院去住院，因为这个病非得通过住院来治疗。但是那个定点医院就是说，如你们私自来我们不接收，必须通过社区的这个车辆我们才接收。但是社区又推卸责任，就是说，你要怎么，你要从这个社区医院呀，通过转诊啊，有这个转诊单呢，我们这个医院才收。就是这样，社区推社区医院，社区医院推医院，医院推社区，就是三个踢皮球都不接受。最终外公死在家中，也没能住上医院。然后呢，老爷子是8点钟在家里已经有点昏迷了，救护车9点钟才来，老爷子已经断气了。救护车来了之后还说了一句，他说你这人都死了还要我们来干嘛。那我就求他们说把外婆也送到医院去，120就说，他说没有，你们没有社区，没有上级的指派，我们不送。外婆在家高烧了8天，生命垂危时终于被送进医院，但被安排在大厅里等着，没有打针开药，外婆最终死在医院。同样在社区医院互相踢皮球的情况下，金女士的母亲也从轻症转为危重症。唉，但是我们又不可以跨区治疗，我们所在的辖区就只能在所在辖区所定点的医院治疗，不能跨区治疗，跨区别人医院不收，所以说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死循环，是吧。辛女士想尽办法托人给母亲转了区，终于能够住进医院，而舅舅只能在家隔离。但是确实每天都死了很多人。怎么办呢？我们也很无奈啊，我们真的是太无辜了。你说吃野味的是我们吗？不是啊，过年了也想过个年，反倒是这样家破人亡的。好的，我们刚才看到这个民众的心声，确实是也是希望能够多一点力量来帮助这些在受难的民众。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下秦鹏，您知道现在WHO 把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叫 COVID-19， 那这个部分您觉得是不是有一种污名化的这种感觉？对，中共官方现在实际上是老想让这个国际社会把这个武汉肺炎啊，或者是叫中国的这种武汉肺炎等的这个名字改掉，对吧？因为他觉得呢，还是让大家去叫一个这叫做 COVID-19， 是，就是然后呢是看起来是一个字母，然后一个数字构成的这样的一个，然后呢说否则的话呢，他可能是让人家觉得这种是对武汉啊，对中国啊，它一种侮辱，对吧？对啊，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名人也有讲说，这个最好是叫中共肺炎，是更切实的。对，这个也就网上的有好多人这么讲，对吧？但是呢，就说他那么去说话，我觉得其实是没道理的。嗯哼。因为呢，我们知道呢，就是很多这种疾病，包括可能一些生理的、心理的这种疾病，它实际上都是用这个地名去命名的。是，比如我们看香港脚，对，西班牙大流感，对吧？还有日本脑炎，是日本的，是吧？对。然后呢，中东呼吸综合症，是。然后呢，就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用这个地名来命名的。我们也没看到说是这个香港啊，还有什么日本啊等等去投诉去，然后的话让世界说你们把这个名字给我改掉，否则的话我去告你们说是侮辱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吧？等等这些，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很过头的东西了。没错，因为事实上的话，我们看到这些地名的时候，就很容易想起来一大堆的故事。嗯，比如说来讲的话呢，可能说让你能够去记忆起来，对吧？然后呢，而且的话，相应的来讲，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大家都非常非常清楚。对。但是呢，就是中共为什么不让人讲的话，实际上根本原因是怕大家联想起来他当年的这种掩盖，他的这种造成的这么大的一个损失、个灾难，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原因。没错。好的，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在节目进行直播的过程中对新唐人大纪元的捐款，我们非常感谢。接下来我们欢迎观众朋友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武汉肺炎追踪直播节目，非常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见。